诸位同学，这一堂呢，我们还是要接着上一堂呢，跟诸位做报告。苏超里面，清凉大师又为我们说。三杂染即三德，这个话怎么说呢？三杂染是祸业苦，这是讲的六道轮回呀。起祸就是迷惑造业，造业呢感受的苦报，受苦报的时候他又迷惑，迷惑又造业，造业又受报，这个就是六道轮回的所以然。六道轮回的真相啊，佛给我们讲啊，祸业苦就是界定慧啊。你反过来就是啊，祸是烦恼，如果反过来呢，转烦恼成智慧，经论里都常讲啊，转烦恼成菩提，转生死成涅槃呐、啊，烦恼菩提不二，生死涅槃是一呀、啊。这个我们在《大乘经》里面读的很多，怎么个转法？我们想不想转？这个是先决的问题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还是希望啊，生生世世继续搞生死轮回，还是希望在这一生呢、啊？了脱这段事情啊，真正发心求生净土，亲近弥陀如来我们学佛修行，这第一桩的事情啊，头一个问题，你是继续搞生死轮回呢，还是想离开娑婆世界亲近阿弥陀佛？如果真的想离开娑婆世界亲近阿弥陀佛，那你就要知道娑婆世界我都要放下，何况这个道场，何况这个色身啊，我们的道场色身带不去的
佛菩萨世界那一种庄严美好，我们做梦都想不到。两条路摆在你面前，你到底想走哪一条啊？你要不肯离开这个六道，往后的苦有的受啊，那真叫苦不堪言。你没有见到地狱，你要是见到地狱，听到地狱里的呼号，真的是毛骨悚然。惊心动魄，汗毛直竖啊。这个两条路摆在我面前，我要选择走哪一条？别人肯不肯走呢？与我不相干呐。祖师大德常讲啊，修行正果，譬如父子上山，各自努力。为什么呢？谁也帮不上谁的忙。要靠自己努力啊！父子关系多么亲密啊，尚且帮不上忙，别人更不用说了。所以，怎样转烦恼，成般若智慧。转恶业为解脱，转苦报为法身，这个三德法身般若解脱。法身般若解脱是本有的啊，这个再颠倒一下呢，我们把这个事情就搞清楚搞明白了。我们迷失了自信般若智慧，才变成了妄想分别之主。妄想分别智从哪来的？迷了自性本具般若智慧变出来的啊。所以烦恼跟般若体是一个，只是转变而已啊。修行没有别的，就是做一个转变，要做一个180度的大转变。一是造作，烦恼做主啊，无明烦恼、尘沙烦恼、见思烦恼，烦恼做主所造的业，这个业是染业，
个业，是束缚啊。世人常讲的作茧自缚，转过来呢就变成自在了，解脱自在了啊。你怎么个转法？转苦报为法身呐、我们迷了法身的这个苦报啊，三途六道的苦报啊，是迷了法身呐、造作种种行染业，是迷失了解脱。怎么把它翻过来？这翻过来要靠戒定慧。戒是解脱，定是发生的。你看看此地普贤菩萨所入的一切诸佛毗卢遮那如来藏身，那是法身呐、慧是般若，这才明了一切诸佛如来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，说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戒定慧三学，帮助一切众生转烦恼成智慧，转染业成解脱，转苦报成法身，要靠戒定慧三学。戒帮助你得解脱，定帮助你得法身，慧成就你般若。你要不在这三大纲领上下功夫，你怎么能够脱离六道轮回？你怎么能够脱离三途苦报？所以我们今天呢是冷眼旁观呐、看到很悲痛啊。大家为什么不修戒定慧？为什么要去搞贪嗔痴啊？为什么要去造恶业？念念都躲在迷邪染中啊，一天24个小时，你有几个念头与觉真境相应？恐怕一念都没有。
这怎么得了？大师给我们讲啊，当下即是信心三德啊，观之呢则是观心三德，正之啊则是圆满三德。这一桩事情菩萨清楚啊，觉悟的人明了啊，啊我们实在讲迷惑颠倒，又说因信啊，因果的因呢、啊，因心就是染净缘起，因心呢是内熏发心，这两句话对我们修行有关系啊。因心染净缘起，染是三途六道，净是四圣法界啊，我们讲十法界一真庄严，因心呐 啊因心是佛心呐、啊。所以才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依佛性而起设法界一真庄严，因因这叫净缘起的因因，内熏发心啊，净缘起的是我们一般人讲的善根深厚，你的善根内熏啊，这往善去了，往净的缘起去了。如果要是呢，你这个恶习气很重，恶业很重，你的内熏呢、啊、是恶业啊，不是善根，是恶根啊。恶的根是什么呢？坚固的恶执，坚固的法治，这个事情麻烦了 啊我们今天讲我只讲法治这些名相啊，初学的人不好懂，我们讲是自私自利贪嗔痴慢，这是恶业，恶业内熏，你这个恶的习气增长啊，这个是麻烦了。一切众生无始以来，这个
恶习气就多过善的习气。啊，真的是恶多善少啊。佛在经上也说得很清楚。你看看《白发明门论》里头，51个心所发，这里面善法了，就善心所11个，恶心所26个。不成比例啊！这给我们说，一切众生呢，阿赖耶识相应的心所，恶多善少。又何况呢？那个恶的习气力量大，善的这个习气啊，种子啊，力量薄弱。善敌不过恶啊！如何来补救？啊，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。如何来补救呢？事出世间，大圣大贤出现在世间呢，教导啊。这《三字经》上讲，苟不教，性乃迁。中国的圣贤知道，说得很清楚，叫建国君民，教学为先。所以中国自古以来重视教育。重视教学啊，国家的政策一定是把在教育摆在第一位，尊师重道啊。帝王见到老师，不敢把老师看作是自己的臣子。他对任何人都是君臣对待的呀，唯有老师来了，请老师做西面，他做东面，东面是主人，东道主嘛，西面是客人宾客，所以对待老师啊，行宾主之礼。别的人呢，那行君臣之礼。皇帝高高在上啊，坐在上位啊，上位是北面啊，北面是上啊，南面是下了。臣子在南面了。皇帝做出榜样给人民看。皇帝尊重老师啊，这什么呢？叫人民尊师重道，他要带头啊！皇帝要祭祀他的祖宗，那什么意思呢？提倡孝道。所以中国自古以来，这些帝王。以什么治天下呢？以孝亲尊师治天下。自己要做出榜样给人民看呐！他纵然是不孝父母、不敬师长，但是在表面上还是要做出样子来。为什么呢？
人民能够懂得孝亲尊师，社会安定，世界和平。这是根啊。你要不教，不教那个烦恼天天增长，善根渐渐的没有了，渐渐消灭了，那还得了啊？社会怎么会不乱？天下怎么可能会太平？所以真正觉悟的人，真正明白的人，他不会去做官，他不会去经商，他不会去发财，他搞什么呢？他来教学。他在社会上啊，担起这一个重任，唯有教学能治社会安定，天下太平。所以，中国古时候没有人不敬老师啊！只要是个教书的身份的人，无论走到哪个地方，人家都把他当上宾之礼待他。实际上他的物质生活非常清苦，但是得到社会大众的尊敬。他自己精神上的安慰啊。今天不然了，今天教书的这个穷教书匠在社会上没有地位啊，谁也瞧不起你啊。社会动乱，世界不和平，根本原因在此。几个人懂得呢？希望社会安定，希望世界和平，那这个希望最后是落空啊，变成妄想啊。结局也知道啊，那就是要真正提倡孝亲尊师，社会风气必定就转过来了。唯有教育能转恶为善，转迷为悟，转凡成圣。所以因应心，内心内熏发心呢，这个意义很深很深呐。国心呢，就十觉一缘；国国心呢，本觉一心。这说得好。这就是刚才讲的教学里头最重要的目标，是转迷为悟。是要教导大众真正明了宇宙人生真相。华严经上所说的字字句句都是讲的宇宙人生真相啊！这部经，方东梅先生介绍给我的。非常可惜，也是众生福薄啊。他老人家79岁走的，走的时候我非常难过，
他要能多活十年，众生就有福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他在这个晚年的时候，啊，实在讲，就是在七十七八岁的时候，他入境界，啊，真正才入境界。我在辅仁大学听他讲华严经，虽然次数不多，只听了两三次，啊，他讲的入味呀，啊，我们一般讲呢，他讲活了。他的修养功夫啊，成熟啊，他就走了。啊，非常可惜。后面大师对于佛性的七个意思他有解释，他是引用古德的解释，这个次第呀，与前面所讲的不一样，这个没有关系。我们看他的解释，不牵明常啊，他从常乐我净先说。不牵着不变了，凡是会变的在佛法里叫无常啊，万法无常啊，佛性真常，佛性常住，佛性不会变的。在佛不增，在凡不减，一点变化都没有。啊，诸佛如来的佛性，跟我们的佛性。我们跟畜生的佛性，跟恶鬼地狱的佛性，无二无别。它是常，它不会变。啊，古大德用金跟器做比喻，如今做器。气气皆净啊，样子怎么变？质料不变啊。譬如我们用黄金塑一尊佛像啊，黄金呢，我们称它做佛性啊，现的像呢是佛像啊。如果把这个佛像啊，我们不要了。把它做一个人像，像变有变，那个黄金不变，还是这一坨黄金。把这个黄金呢，做成一个小狗，啊，畜生像，像变了，
黄金还是没变，你从这个意思上去体会。佛性能随十法界的形象，但是佛性不变，这就叫什么呢？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。啊，不变的是佛性，随缘的是法相。这皆是常的意思啊，自在明悟。啊，这个我们讲的很多了。佛经上讲我的意思说的很多，最主要的是主宰的意思，自在的意思。啊，那我们现前有没有我呢？没有。啊，身做不了主，为什么？他有生老病死。啊，身不得自在。如果真的得自在了，我想年年十八能不能做得到呢？做不到啊，它会起变化了。啊，所以在这个身里头确确实实找不到我啊。啊，也就是找不到主宰，找不到自在啊。但是这身里头有佛性。佛性呢，确实他自在，他做主宰，他能随一切缘，虽随缘他又不变。啊，只有他是真的，啊，性是真的，相是虚妄的。这个意思我们要慢慢的去体会。见性的人就自己能做主宰，做主宰了。我们常讲啊，生死自在了。于一切法里头得自在了。自己真的能做得了主宰了，安稳明路，心安，身安，境界阴暗。这叫落啊，绝对不是五欲六尘啊，也绝对不是名闻利养啊。五欲六尘名闻利养里头没有真落，什么时候你心才得安呢？这个事情难了。你想想，当年慧可大师去参访大摩的时候，为什么事情呢？心不安呐。大师也真不容易呀。冬天下雪天去见大摩祖师，大摩祖师在那里打坐，他在门口站住，雪下得很深呢，到膝盖了，还在那里站住，
他看大摩禅师不理他，出家人身上都配着戒刀，他把戒刀啊，把自己的手这个手砍断，拿这个手去供养大摩祖师。大摩祖师这才开口说话，啊，叹了一口气，哎呀，你这么做，你何苦来呢？啊，你来找我，有什么事情要求的呢？慧可大师说，我来求大师为我安心呐，我心不安呐。啊，那我要问问你们诸位，你们诸位心安不安呢？你们诸位心不是安，心迷。迷了之后啊，安与不安都忘掉了。啊，迷在哪里呢？迷在自私自利里头，迷在名闻利养里头，迷在五欲六尘里头，迷在贪嗔痴慢里头。于是，苦乐都不懂。苦乐不懂啊，就是麻木不仁啊，就是愚痴啊。搞成这个样子啊，佛菩萨看你当然叹息，可怜明者。连苦乐都不知道了，我在当年讲《地藏经》，经第一开端的赞叹释迦牟尼佛了，里头有一句话：“至苦乐法。”我对于这一句话说了解释了很多啊，实在不容易啊，在这个世界上几个人知苦乐法？佛知啊，凡夫哪里知道？如果你真知道了，你自然去乐避苦。你会想尽方法了，哎，利苦求乐啊，非常可惜呢，你不知道苦乐法。不能不懂啊，安稳重要啊。啊，安稳是真路，心安身安啊，境界安，无染明净。佛在经上讲的太多了，心净则佛土净。啊，有没有净土呢？心地清净的人净土现前。
这个话我们在讲起里头也讲的太多了。心清净则身清净，身心清净呢，我们境界就清净啊。净土是怎么成就的？清净心变现出来的 啊。但是你要知道，清净必定平等啊，清净是不染嘛，没有一丝毫杂染，当然平等啊，当然是正觉，当然是真诚，当然是慈悲，一即是多，多即是一啊，修禅也不例外呀。啊，禅是修什么呢？禅是修般若。诸位同修一定要清楚啊，禅不是修禅定啊，是用禅定的方法，目标是般若啊。你看看六祖坛经展开经卷头一句话了，六祖大师说总令修般若波罗蜜多，那你看这个指示多清楚，禅是般若门呐，啊，通过禅定的方法，为什么呢？定能开慧，所以禅定是手段，目的是智慧。啊，那个戒律呢？那是禅定的前方便，我们可以说手段的手段啊。楞严经上讲的最初方便，最初方便是戒啊，方便是定，目的是慧啊。慧就是我们总结的正觉，正觉现前，哪有不清净的？哪有不平等的？哪有不真诚的？哪有不慈悲的？所以诸位一定要晓得啊，《金刚经》上讲的话没错啊，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我们对于一切法门都要尊重啊。都要赞叹呢，全是佛所说的嘛。如果认为我这个法门是正确的，你那个法门是错误的，我这法门高，你的法门不如我，诸位要晓得，起这个心，动这个念头，谤佛、谤法、谤僧，你毁谤三宝啊！啊，毁谤三宝是什么罪过呢？堕阿鼻地狱啊！为什么罪有这么重？因为你的毁谤，有许多人听到之后就影响到别人呢，远离三宝了，不相信三宝了啊！所以罪福啊，这个《了凡四训》里面讲得很好啊。看它的影响面有多大，时间有多长，影响的面越大，时间越长。如果是正面的，功德大；如果是反面的，罪过就大。
结罪呀，是从它的影响上来说的，我们不能不知道啊。不能不谨慎呐！啊，你们看我的行持，我对于任何一个法门都尊重，为什么呢？佛说的，不但对于佛门里头所有法门我尊重，我对于所有宗教都尊重，为什么呢？佛实现的。我说这个话有根据啊，绝不是造谣言。根据在哪里呢？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啊，设法界一真庄严，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。那个心，那个识，能现能变的心识，就是毗卢遮那。毗卢遮那不是一个人呐，不是一个单独的身呐，法身呐，啊，尽虚空变法界，要从相上讲，形象上讲，就叫做法身，啊，从所变、所变所现这一面上来讲呢，叫法身。从能现能变这一方面讲呢，叫法性。啊，法性跟法身是一，不是二。这总得搞清楚、搞明白，然后我们才晓得，啊，净虚空变法界一真庄严都是毗卢遮那的法身。那我们要问。那基督教是不是呢？天主教是不是呢？伊斯兰教是不是呢？还有澳洲土著里头许许多多的他们这个信仰的宗教是不是呢？全是啊，全是毗卢遮那佛啊！在华严会上，我们都看到他们参与了。前面我们读过十九类的杂神咒，你们想一想，啊，诸天、八部、鬼神，还有山河大地、树这个草木之神。他怎么不是呢？我们还要在这上起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那你根本就不通嘛！你怎么能解如来真实义啊？真正解如来真实义，所有一切人，这些人是不是唯心所现、唯识所变？如果是唯心所现，是唯识所变，是不是毗卢遮那的化身？正报里面的毛孔，依报里面的微尘，啊，一花一叶，哪一样不是毗卢遮那佛的化身？换一句话说，哪一样不是毗卢遮那佛？真正呢，懂得华严，念了华严，体会到啊，尽虚空变法界。我常讲啊，是我们的真心呐。一切刹土，一切众生啊，
是我们的自身呐、啊，我们的身相啊，虚空法界是我们的心相啊。我再没有办法说出来了，言语只能说到此地，希望大家细心去体会。现在时间到了，这一段还是没有讲完。我们明天继续啊，今天讲到了无染明净。下面是力妄实证，不空现实，提顺成善，这三条我们明天再接着讲。